个非常卖力的哈那么准备好要做拉比的候选人了哈所以我多做这些准备哈。那么当这个年轻的这位拉比候选人在讲的时候，这位长辈就往这个窗外看，他说：“你看外面有一只马，它也是白色的哈，它的这个马蹄有钉子上面哈，然后它的老板为了工作也常常鞭打它。”